本善就是佛家讲的本善啊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本有的真实究竟圆满的智慧，这种智慧才能够成就自己，才能够帮助自己。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，那试问问需要多长的时间？实在的时间长短很难说，因为众生根性不了解，上根的人时间很短，甚至几天他的问题就解决，中下根性的人就不对，有人需要半年一年，有人需要十年八年，有人需要二十年三十年，只要他一哪一天豁然觉悟了，世间人所祈求的总不外乎啊财富。现在人统一观念就求财富，怎么样能发财啊？第二个呢，求聪明智慧；第三个求健康长寿，能不能求到？每个人都求，都能够求到你心满意。这个话听起来是很难的，但是它有道理，它有方法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没有求。所以印光大师在这个一个世纪之初，也就是二十世纪之初。